我是揸车的人，我相信很多驾驶者都曾经试过为了贪方便、贪快捷而静静地违反交通规则，譬如违泊、双黄线停车、双白线掉头等等，没被人捉到是你好彩，被人捉个正着，广东话就叫做断正，对错好清楚，冇得争辩嘅。所以对于那些被警察抄牌仲声大夹恶的司机，我认为是世界上最无耻的动物。近年因为黑暴风气的影响，很多人都习惯做错事不认错，甚至是对执法者诸多挑衅。他们最喜欢讲的一句说话就是，我犯了什么法啊？没错，香港还未有辱警罪或者是侮辱公职人员罪，于是大家以为只要不动手指住警察骂他祖宗十八代都得，都不犯法。由非法占中到2019年黑暴，不是见尽这些场面吗？谁因为讲粗口骂警察被人拉呀？没有。终于有人给了答案我们了。昨天上午，深水埗区一个交通督导员在枫树街和福华街打击违泊的时候，一间洗车屋里面冲了四个职员出来，指手画脚，恶人先告状地辱骂交通督导员，不单止阻止他执法，还追着他骂到出街口。这种公然挑衅执法者的行为已经发生得太多、太耐、太过分，是时候拨乱反正了。深水埗警方高度重视，即刻出动刑事部探员、特别职务队、交通队、警犬队、分区特遣队和分区军装巡逻小队进行联合行动，以涉嫌公众地方行为不检罪拘捕了洗车屋里面四个男子，并且对那段路段所有的违法车辆雷霆执法，一共拖走了三部违例的车辆和发出了47张的牛肉干。勇武是需要付代价的，之前的嚣张跋扈换成了被反黑警员押上警车时候的丧家之犬的样子。网民留言一致赞好，有人甚至提出不如全港洗太平地一个月，好好地清除那些积恶多年的违泊行为。有人更加点名几个黑点，譬如花墟、观塘、红磡、元朗等等。当然亦都有人讲反话，话咩抄牌都咁大阵仗，仲以为系捉通缉犯添，警察冇嘢做咩？要咁浪费警力？呢、这个又系到底有鸡先定有蛋先嘅问题啦。试谂下，如果大家乖乖守法，或者系即使违法俾人抄牌，乖乖认命，攞张告票开车走，警方点会需要劳师动众嚟到黎庭数月呢？执法者嘅作用就系要令到犯法嘅人惊。看了几年警察马不还口，今日的大举扫荡实在令人大快人心。罪不在大小，在于警察的执法意志和心态。当社会大众知道警方连打击违泊都会这么一丝不苟的，谁还再敢作大恶做大贼呢？